我们用沉痛的语气来呼吁他退出这次彰化县县长的选举。那这个案件呢，是102年的八月所发生的哈。那这个是在黑心油发生之前就有的这个事实，那一直没有被披露。那我们这个竞选服务处，有收到就是相关人士看不下去哈，他认为哈，这个帮官说的人哈，却不敢出来面对，所以特别把这样子的一个证据交到我们的手上，然后希望我们能够披露这个王委员有官说这样一件事实。麦片，所以王惠美委员哈帮这大统长基哈来申请这样子的一个健康食品哈，我认为哦，他非常的就是有问题啊哈，这样子的一个人，大家都知道他是黑心油，他还可以帮他申请黑心的大叶麦片让大家来食用，这样子的一个县长是不是够格来当县长？我相信我们的乡亲哈，我们的选民自有公断。这个涉及到食品安全健康的问题，全国人民健康的问题。大统长基公司为大家吃黑心油，又为大家吃黑心的燕麦片，挺美的，其实是挺黑的。谢谢。